2018年的6月得知到这个全国500名免费的美容课程。这个免费的美容课程是由 PKMM 去主办的，他是说可以学15个月的一个课程，当中就是3个月的学习，还有1年的实习。在1年实习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美容的时候，他却让我们在那个保健的按摩院那边跟他们打工。然后当我们想要退出的时候，因为觉得他话不对半，他就以这个合约来强迫我们，要求我们赔偿18,000块钱。然后我们如果不要赔偿的话，他就会用这个法律行动来对付我们。因为我们都是不敢出面，就是因为怕他们会有那些法律的行动来行动我们。所以我是希望不要让更多受害者，那些诚心想要学美容的朋友，不要让他们被这个课程所误导，被他们骗去。不的，是你的，是谁？来，看前面来，1、2、3，等一下，1、2，哎，你不要看前面的，这么多镜头，我在看哪一个嘞？